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来上闭幕式，大家起立。今日大家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大家好。好，這樣大家很有精神的，我們要做的事情一定會成功，對不對？對，感謝啦。好，這個時間啊，我要跟大家介紹說，我們這三天在這所受訓的重點，一個一個用 PowerPoint 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。如果年輕人有帶筆電的，還是隨身帶的，都可以拜託我們的同心把你擱回去。你如果要去跟人說，我認為這給看都不免說黑白說啦，我要記一個黑白說的事情讓大家知道。我人民受到流氓政府的教育，大家都怎么说？听说听说啦，不知道有大家有这个啊，听说什么听说什么，这样说的人有责任吗？没有，几乎都没有责任，都听说的嘛。有一个，咱卖直接讲伊是啥物人士啦。一个牧师，我伫台南上课了后，如来咧讲，拄啊来伫我遐，甲我讲，听讲台北啊，有人在说我们是诈骗集团啊。大家来上课，说不定有一个我们的同心说刚才一个上课了后，一个走去了，说他在说什么什么什么，都说无影无一只。我甲迄个牧师讲，你一定爱甲讲是虾米人讲的，伫台北虾米人讲的，袂使讲安那，袂使讲听人讲，那听人讲，就是你讲的，我都甲呛落去，讲你讲的，甲袂啊？边啊，我阁一个咱的学员，伊讲，迄是
啊，民进党一个大脑啦，讲的啦，所以爱甲大家讲，咱受训毕业了后，你是代表民政府的一个成员，恁出去。那去碰到这款的代志，讲拢听人讲，你甲讲迄是你讲的，啊无是虾米人讲的？好、哦，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我伫咱这个上课这个时段，向世界宣布，请。啊，这个段落，甲咱解说，咱台湾民政府有甲诈骗偌济钱，爱讲个清楚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真济啦，伊讲是台独大佬，真济讲伊是啊。啊，这个独派的，或是啊绿色的大佬，实际上根本都无了解真正台湾的国际地位，所以大家来这受训三天，有这个价值。安怎讲？确定啊 ，PowerPoint 难。一个一个甲介绍，互你足清楚，等去阿法都甲咱讲。啊，首先呐、啊，咱爱了解，大家拢有一本嘛吼，一本，咱要发台湾啊公啊身份证，台湾政府身份证。是根据这本来发的。迄阵啊，这本啊，来来去去送去美国三摆啊，才通过啦。啊，好好啊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咱拢是依法。在做，咱发啊，咱这张身份证，头拄啊，我伫买啊，有诶咧讲啊，这张有效啊，无效，确定啊，我只用 PowerPoint 个影片来介绍，讲用这张确实有效，哦，这爱互大家清楚，啊。咱即马用 PowerPoint 来说明吼，欢迎大家来。毕业以后，恁还有责任去介绍你的朋友、亲戚，拢来受训。大家拿来受训，美国讲四千个啦，咱要搞啊，咱啊达到四千个。美国说要给我们，所以说你来参加，咱的希望也搁较大啊！希望大家搁努力一下，好啊，好啊！好啊，感恩呐、啊！这拢唔是我要讲的吼，这是要安怎甲大家讲？这是。迄、那个小英的基金会啊，三十块选无到，1亿8000多万放在口袋里面成立一个基金会，啊叫这来咧讲有诶无诶啦，伊即马即个咧讲啥？
伊即马是咧讲啊，要讲台湾的地位啦。实际上应该要安尼讲，啊，我来说明台湾的地位足正确的，就是这两百度啦。恁来遮读册，啊，来遮困三暗，出去甲人讲。这100%正确，以后我慢慢来解释。咱这两百度，这两百度的由来是为带来的，大家看文字上拢会知影。啊，2010年9月7日，在美国华盛顿 D.C. 的四季酒店，啊，相关人士。因为秘书长无参加，伊讲这两百度啊，麻烦转给秘书长。这两百度，你若有看现场的，你来去参加，有人甲你邀请去参加各种座谈会也好，人看这两百度以外。各有看到这两支旗啊，美国国旗，过来日本国旗，安尼正确的，你会使去参加。如果那是干那一支旗啊，美军占领旗，另外莫去了，因为伊对台湾的地位。根本无清楚啦，所以大家来初级班，干那上三天，伫小英基金会咧办迄个做台湾啊战略地位，也较清楚。伫遐美国啊，以前 AIT 的处长讲个。干那讲伊个重要地位啦，啊，敢有讲到真个实在地位有讲出来，拢无啦，拢是安怎呢？徛伫美国人个利益模糊啦，越模糊越有鱼可以抓啦，啊，拢袂直接讲，拢用模糊，啊，咱只个。什么基金会啦，什么啊大佬啦，拢讲起伊足清楚实在啊，因我模糊啦，拢对台湾正确的地位拢无了解，所以恁干那记这两张图转去去甲人讲，人就足清楚。台湾是美国占领。台湾的迄个叫做土地所有权状，就是在住在里面人的啊，这是啥？日本二重桥啦，要去天王是住伫家啦，安尼有清楚无？等下都足清楚啊！哦，啊，咱即马中国安那讲吼，真正国际间对一个中国的原则的政策主张有截然不同的解释。当然啦、啊，中国伊讲安那，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，啊，伊这里假豆腐啦。好、哦，伊讲，伊拢用啥？讲啊，依照历史的观念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中华啊，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是一个合法政府，这个咱无否认，这个咱绝对啊不赞同。一中啊，中华啊。
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，根本台湾都不是他的领土啊，所以咱绝对。后来过来，美国啊，头拄啊都讲过啊，师徒那是安尼讲，拢是啥？讲战略地位很重要啦，吼、哦、啊，美国伊就讲。应该那啥，得知啦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，得知啦。下面叫做得知，那个我头拄啊讲的，听人讲啊，听人讲的，唔知啥物人讲啊，啊唔知啊唔知啥物人讲，迄个恁家己去想啊，打模糊啦。实际上，因是在。足清楚，伫迄个咱所讲的啊，钓鱼台，希拉雷讲啊足清楚，希拉雷的啊，伊安怎讲啊？伊讲钓鱼台的啊管辖权是属于日本，但是。所有权，他不愿意表示。安尼是啥？那是在模糊啊！伊应当说，钓鱼台的管辖权现在是属于日本。啊，钓鱼台的啊，所有权呐、啊，就是日本天皇。哦，还是讲台湾的日本天皇，那安尼讲，日本天皇就有台湾的所有权嘛？啊，钓鱼台是渔南的一个啊地方嘛，所以这话足清楚，好大家啊去认识吼。啊，美国就是安尼啊。伊人民讲，和恁越模糊越好，他有利益就好。中华民国跟啊流亡政府跟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啊，这安怎讲？讲啊，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华民国啦。啊，这个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了。去世界，咱的心灵，你一个小小的台湾要去代表中华民国，啊，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哪有可能的代志？所以拢在做梦啦，应该那个啥？现在伊的观念。流亡政府设计一挂啊投票的方法，和恁大家来遮算。参加投票的人，拢有和恁领钱，政党啊和恁领钱。你参加什么选举，拢和恁领钱，大家都爱在遮算。伊唔只有法透过伫哩演戏，啊无早就爱走啊。所以，这爱甲大家讲个清楚，咱个主张，吼、哦，咱个主张讲，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，拢是中国啦。啊，国际间最干那提中国尔，哦，就是中华啊人民共和国，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。无什么牵连啦，安那无什么牵连。咱的土地所有权全要伫日本天皇遐啦，啊，甲中国有什么关系？好、哦，这一定爱大家认识足清楚嘞，吼、哦。啊，这都要证明啊，证明啥？
记得见，这《苹果日报》5月13号的报道，这是啥？美军的国旗，这是啥？啊，是不是美军啊占领啊的所在？啊，无带这个机啊挂伫下卡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予大家去思考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那是安尼，因为时间关系啦，吼、哦。这我卖讲遐济，但是咱要来看三立的迄个报道，吼、哦，来看三立的报道，予大家够清楚一点安尼复习。好、哦，拜托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厚厚一叠，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嗯，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嗯、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嗯、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又拿这一张，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嗯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好，宪兵司令部即将要并入陆。那这样我们再来看一啊。我们好，虽然美国国防部现在啦，我们只是跟三立讲，谢谢他的报道，但是报一摆的啊，伊就下片啦，唔敢阁报落去啊。但是要甲三立抗议讲，这张唔是自己制造，是美国制造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即摆来看，另外来，我来看这个，咱这张是啥？台湾政府晶片呢，这是一个晶片呢，的身份证呢，吼、哦，现在都啊有一个咱自己的甲秘书长讲，啊，但这张会用也袂用，拢去红现动去啊，有诶讲啊，这代用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即马要来现身，好去美国遐个人会现身说法，好来，咱搁放这个。啊，李定，秘书长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。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。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亚夫过来。
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要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七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《黑熊》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《飞鼠》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有灰熊肝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，二变成五。难怪我们高沙组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好，接下来和大家更加清楚，你来加受训这三天，值回票价，你啊会足了解，爱足清楚的，干那要拜托大家，因为雅虎伊是高沙族的牧师，牧师会使我别讲下未？袂使哩，伊阁是咱高沙族的主席，哦、所以讲这拢是100%正确啦。要拜托大家两件代志，大家看了后有信心啊无啊？有信心，第一介绍人来上课，第二，叫伊来申请这份身份证，拜托大家，安尼好啊，好啊，安尼感谢大家，咱今日上课到这，感谢。请各位同学起立。行嘞。请各位同学将椅子收到桌子上面，然后尽速下去拍照，谢谢。